王心凌，你有的时候挺好看的，是什么时候呢？少部分。错，我知道是什么时候，每次看见你的时候。哎呀，你们两个是破他梗，哈哈哈哈。太油腻了。我认识你这么久，你只有两天。一次冒险，一次停留，都是一次思考。你寂静，霓虹和闪烁，微风和尘埃，都将是生命中的小小音符。无论何时何地，都有一个声音在指引，让你慢下，城市的脉搏。或许有周深的舞台看了，昨日网上也爆出了他录制央视五四青年晚会的路透。不得不说，最近周深真是连轴转，回国的第一个舞台就是参加北影节修音响。我们总会绕啊绕，绕啊绕，绕尽千里路，也望向归途，乘着风向你吹拂，有夜空漂浮，你看流星座里我愿意幸福，你幸福。谢谢，让我们共享。咱就是说，这么好听的现场，一想到不能去演唱会现场，心都碎了。来，你们好地方，好地方。热搜更是不断。和游客对唱民歌，边跑边唱，气息一点都不带抖的，真的好想他有机会把这几首歌唱个完整版。好比春江水泪，我的港子就是中国的龙岗。唱民歌太有感觉了。说到五四青年晚会，央视官微还发起了歌曲《有我接龙》视频征集活动。不过这次周深演唱的曲目是《追赶春天的人》，要说这首歌绝对是被严重低估了。会不会再出现？我知道春天在哪里，我追着春天。月份周深的行程和节目就更加丰富了，特别是演唱会和新专辑，还有5月3日的太湖湾音乐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。5月3日，我在常州参加第8届太湖湾音乐节，我们相约常州太湖湾嬉戏谷，万亿之城再出发，青春乐都，音浪回响，我们现场见。从20:20到21:00，整整40分钟的演唱。还有2首新歌首唱，其中就有这首刚刚才发行的新歌《奇迹时刻》。不得不说，能到现场的人真是太有耳福了。现场，
演唱会市场真是热闹得不得了，老一辈的歌星们稳扎稳打，但年轻一代的新星们也是来势汹汹。其中周深这个名字现在可是火得不行，您看看他那演唱会的想看人数简直就是一路飙升，上海站的想看人数竟然已经突破了惊人的数字。这个数字不仅让人惊叹，也让人对周深的实力和影响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毕竟在如此竞争激烈的演唱会市场中，能够吸引这么多人的关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其实周深的魅力可不仅仅在于他的歌声，他每次演出都特别用心，从选曲到舞台布置再到演唱会的每一个细节，他都是亲力亲为，力求做到最好。这种对音乐的热爱和专注也是让粉丝特别感动的地方。他不仅在选曲上下了大功夫，还注重演唱会的每一个细节，从音响到舞台效果再到观众的观看体验，他都力求做到最好。周深作为年轻一代的歌手代表，已经用他的实力和才华征服了无数人的心，他的演唱会想看人数不断攀升，也充分证明了他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。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周深一定会继续发光发热，为我们带来更多美妙的音乐时光。而作为观众和粉丝，也要一直支持他，关注他，陪伴他一起走过每一个精彩的瞬间。Oh,